现在呢，我人来到了宜兰的轰园市。那轰园市的创办人呢是黄子薇。那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呢，黄子薇把他是我们林基的前辈哦。那林基前辈我们称叫三峡二黄。那黄子薇是其中的一黄哦。那他也是三峡二黄当中呢已经在前不久就往生了、哦、那现在呢只剩下就是黄阿宽了，就是还在淡水的天元宫里面哦。那现在我在这个是轰园寺的顶楼，那我看到这些图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撼的哦。就是这些的图呢，如果你不去认识它，你觉得它就是一般的图而已。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走灵修的人，你来看这些图，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天文。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天文呢，其实都是蝌蚪文而已，那是一种非常元神还没有觉醒的时候所写下来的。那现在你所看这些呢，才是真正元神觉醒之后呢，元神进入到一种无为的状态，所以甚至无极的状态呢，才能够写出这些东西。这里面的蕴藏很多的符号、咒语，还有很多的宇宙生成的奥秘在这个里面。那在写这个图的过程当中呢，只有灵基本人才能够真正的领悟到说啊，那个宇宙生成的奥妙。所以灵基在修行，就是当他在写天文的时候，他的元神会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会影响到他的后天灵。比如说他在写这个时候，他体悟到了，他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他对世俗的所有的心性啊、贪啊、执着啊，他会慢慢的释怀。那进入到这种，就是当一个人他进入到了宇宙当中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会有所体悟。所以这个就叫所谓的借假修真，就是你进入是假的，但是体悟到是真的。那这个过程就是很多修行的东西，就是你的现实中你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在修行当中你可以去体悟到非常非常多的你别人所没办法体悟的东西。所以现在的灵修人呢，大部分都着重在慧灵山啊、点灵、认主、点悟心宝，其实那个东西都是很粗糙的灵修。真正灵修就要像这些灵基前辈所写这些天文一样。那这是谁写的我不是很清楚，或许是是黄子薇他写的，或他的弟子写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些的内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写不出来这些的东西哦。那我刚刚讲了，其实灵修就是在进入到那种无极的状态当中。比喻来看这张图，我刚才有稍微的去了解它。那他写什么呢？就是一个他大概摩德一个他等摩德一啊等摩德一等摩德红等摩德一等摩德一等一等摩德一等摩德一等摩德，他的意思就是有点类似说，宇宙跟海洋是非常的类似的。海洋当中很多的微生物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融合、改变、再转化，它会变成很多很多种生物。所以海洋里面的生物是人类没法去探寻到一个结果的，因为海洋里面不是只有生物，有很多很多矿物质，那它会透过这些的变化，经过了几万年之后，会产生再产生新的生物出来。那宇宙的生成也是如此，你看这个图就很像宇宙跟海洋之间的状态，就很多的生物不断的分化，很多的矿物质，很多的水，很多元素，它不断的产生这种变化之后，会再产生新的元素出来。所以人从哪里来，其实不是谁生谁的问题，是它是自然而然产生。那你当一个灵机他在画这张图的时候，他会体会到哦，原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对很多东西他不会再执着它，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人是没办法去探究的，宇宙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所以当你在写下这些天文的时候，你会很有感觉，你的心会有一些新的体悟。其实你刚看的这几张符，其实它的意思都很相近。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走灵修，你可以来轰园寺来看看这些灵基前辈所写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天文，这个才是真正的灵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对灵修非常的有兴趣，你应该去深入去了解它，不是在那边就是停留在那种很粗糙说哦，我的主神是谁啊，我要点灵认主，然后什么神是什么转化的啊，那种神话故事对你修行没有帮助的。如果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靠元神，我把甚至要出元神，没法出元神，进入到那种无极的状态当中，去影响到你的后天世神，就是你的灵魂，你没法进到那种状态当中，你的灵修是不会精进的，最主要是要进入。所以我看到这个天文之后，其实我还蛮震惊，之后就有点可惜。你看它这个，你看它这些下面这些符号，其实有点类似它什么，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易经八卦。易经八卦可能是人写出来的，但是灵机进去之后，它会自然体悟到这些易经八卦这种四象的这种真理所在。
所以如果说对灵修有兴趣的人，不是只停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外灵啊，吼，是说我要修什么修什么，其实灵修在哪里？其实在你心中，只要你进入到你自己的内心当中，你才能体悟这些灵修，不是外求，是往内跑，你只能往内跑，你才能够体悟到这些。